那年份是2011年6月，形式是 LP5705-4SL。那我们在去韩厂，它出现的使用燃料费是还有12,180块。等一下哈、哦，出价的这些竞标人哈、哦，以万为单位，不要再用千了。OK， 37号300,000。是怎么了？61号45万。46万。哎，37号多少？46。46万。47。好，你要98吗？98号47万。我买了。107。60。多少？60。60万。赶紧回去，我拿我手机，我去。好。我后面这台让我接你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是有建价，但是我们是不定底价拍卖，对，就零元起标，但是市场上面有人估计大概是300万到400万之间。它本身原价大概多少钱啊？当时是什么样的案件哈？啊，导致这样子的一个被没收的部分。好，后面这台蓝宝坚尼，它原价市价是1600多万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诈欺集团的首脑去把它买过来的。他当初买过来之后的话，又把它升级到，所以说，当初的他所升级后的这个市价大概是1900多万。对，那时候他是不是时速表是不是只有开到多少那里程数的部分？是不是很新啊？怎么样？这一台蓝宝坚尼，它是2011年所购买，当年没有买多久就被检警所查扣，所以说它的整个实际的开的里程大概是24,000多公里。嗯，所以变成说是今天最大的重头戏了，对，今天的没有错，今天我相信大家90%的民众到今天都冲着这台蓝宝坚尼来的。